四点一下半的这些原石你都知道了吗？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冰糖，还有最后几个小时，四点一下半就将开启，莱欧斯利也将正式 up， 一起来看一下在这期间我们可以获得的具体原石吧。本次四点一下半将会从10月17号的18点开始，一直持续到11月7号的14点59分结束。首先呢，就是我们的每日委托，下半一共持续22天，每天60原石，一共可以获得1320。在17号的下午18点，莱欧斯利和温迪的角色试用将会开放，可获得40原石，以及含有莱欧的传说任务，完成后可获得60原石。后天，也就是10月18号，游水运尸级的剩余部分也将开放，还可获得270原石。10月23号开放活动人生的波峰与波谷，这个活动看起来花里胡哨啊，但实际上还是一个打怪活动，可获得420原石。10月28号到30号之间，大概率是28号，将会迎来4.2的前瞻直播，到时候会给大家带来新地图和新怪物的介绍，以及水神弗宁娜的详细信息。当然了，还有我们的300原石兑换码，到时候 UP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发出来，害怕错过的朋友可以先关注一下 UP 主，以防走丢。11月1号星辰商店更新，依然是熟悉的5颗粉球，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兑换。同时呢，深渊刷新打满可获得600原石，打不满的朋友量力而行，拿个400、500也 OK， 反正不要白不要。最后呢，还有游戏外的2个签到原石，10月17号开始的某博签到80原石，以及某游社签到40原石。 OK， 那么以上呢就是 4.1 下半可以获得的所有原石了，累计下来一共是3730。这个资源量确实不多啊，确实不多，和大家要抽的角色比起来确实显得有点杯水车薪。不过还是愿大家欧气满满，金光多多，十连不歪，可以用这些原石把喜欢的角色通通带回家。视频制作不易，希望朋友们可以多多的三连，多多的关注支持一下 UP 主，就先在这里谢谢大家了。那么我们明天莱欧斯利实测不见不散， Respect。这次一定关注。